我看到有人说，他们担心的是，其实他们只需要很多 psychologist 或者是义工去跟他们聊聊天而已，因为很多那一种类似的情况之后，很多人会自杀，就觉得我家人都没有了，家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他们就觉得生活没有意义。然后那可能我们很普通的人跟他们去聊聊天，让他们知道其实外面很多人去陪你，你不要